侄儿快叫我逼疯了，家里头的积蓄都给他完了，还叫我偷拿俺老公的传家宝。阿妈说最后回来都是叫我生下来，说我是个废物，给家庭一点贡献都没做。俺弟结婚30万我都拿不出来，这不对吧？自己儿子结婚哪有让女儿一下出那么多钱来？是自己生的孩子，不是给女儿生个孩子啊？他说了，他叫我从出生到现在养大，花了30万还不值嘞，这都是给俺弟结婚的钱。哦，等于说是把你养大，把你弟的结婚钱花完了。是嘞。那不对啊，你是他的子女，你弟也是他的子女，不应该是公平对待吗？他兜里还说了嘞，这30万俺弟结婚不一定够了，还要是不够了还得找我要，30万远远不够，毕竟还给我一条命嘞。那这样说的话，多多少少有点总感觉不是那个味儿。生个闺女就是为了给儿子洗鞋用的吗？俺妈现在都给俺娘做主嘞，要是要活的都是给我要钱嘞。哦，我跟俺老公俺俩也都是普通人上班嘞，还有家还有孩子要养。那是都这俺这几年你说咋管攒住钱嘞？那对，一共攒了34000块钱。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，我都立马都给他了，一分都没留。他一看我都给他这一点，他立马他都急了，说我是废物，一点贡献做不了。哦，那这个银元是咋回事啊？这个银元啊，是俺给俺老公结婚的时候，俺老公那边拿过来的。哦，说了这以后真是碰见急事了才管用，这都是传家宝。这叫俺妈知道了。3万多给了了，不愿意。非得叫我偷拿俺老公的这传家宝，说叫这卖了给俺弟结婚用，都这要是要我的给俺家，我这没办法了，赶紧叫你来看看。那首先啊，你刚才就说了，你跟你老公结婚了，有家庭有孩子，那你积蓄啥都给你父母了，你老公知道吗？现在我都是对不起俺老公，你说咋说？哦，他还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有啥说啥，积蓄都不知道，那些这些银元也铁定不知道吧？不知道呀。这都是俺妈非得逼着我叫偷猪的，赶紧叫看看姑姑家，俺老公啥都不知道。那你不为自己的小家考虑吗？他都生我养我了，我还咋说？叫俺弟这一关先过去了再说吧。嗯，首先有啥说啊，你老公啊给你挑的这些银元啊，确实是状态非常好的，十条北洋龙，而且啊每一个北洋龙的状态啊都是非常好的，原汁原味老保家，流通痕迹非常少。嗯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斑别嘞。嗯，状态一定一的好，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嗯，卖了的话，现在银元行情啊有些低，适合入手当传家宝留着，因为这些银元啊已经是无法再生的了，以后啊肯定是越来越贵的。你看像这个就有一个长尾短运放一边，然后像这个宝浆啊也特别漂亮。嗯，这个应该也是放一边的，都特别漂亮。嗯，你看呢，有一个是绢闪七四，绢闪七四啊是比较贵的，你看一下啊，就像这个，先看这个有没有斑别吧。你这个的话五彩宝浆，然后像你这个是北洋龙里面的大名玉品绢闪七四，这么看吧，就这个34年数字不一样。首先看这个三两边啊都往里面卷，像一个耳道一样，普通的话是没有的。其次的是四，这个四字啊看着像一个小旗子，普通版的话是没有这样的。卷三其次啊都是北洋龙小字版和大字版中间的过渡版，它继承的是小字版的龙鳞，小字版龙鳞啊龙鳞都不这么好，但是你看你这个龙鳞啊每粒都能看清，算得上暴龙鳞了，流通痕迹非常少，也带一些彩宝浆。然后再看字面，字面的话有一些流通痕迹，但是啊主权内齿慢纹都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全身达。这个是你这里面最贵的，但你这里面啊给你估到2万上下都没任何问题。那这也不够啊，这十个才20万，给他了3万4了，那现在还差6万6了。不是的，有啥说啥，刚才我就说了，你这个卷闪七色啊是这里面最贵的，其他的像普通版的北洋龙啊，你这个品相好能给你做到4-5千块钱，普通的一般的品相的话只3-4千块钱，等于说加起来我估计啊就给你满打满算7万块钱，离你26万6差的是天壤之别啊。都给他，都还给他，实在是不行了叫命也给他。有啥说啥，你这不够给他还干啥？我叫俺家的积蓄给传家宝都拿出来了，
我实在是一分还拿不出来了，剩下的我都得好好补偿俺老公了。对对对，美女，有啥说啥。就像你这父母啊，确实是太重男轻女了，他们这个样子也确实没有把你当女儿，也确实做了认知一定了，把传家宝积蓄全给他了，对吧？然后以后啊，和这样的父母啊，确实可以保持距离，过好自己的小家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啊，你也确实比较困难，我给你搞一点，然后你留一点生活费，也别全给他，好吧？你毕竟你也要生活了。咦，谢谢你老板。没事没事，这应该的应该。那我给你算一下。总好。